自从味觉国际开始带你胡须珍藏系列六、胡须珍藏系列七之后，胡须珍藏系列之前发表的一、二、三，好像又活络了起来。今天大伟哥开瓶胡须二，胡须雪莉桶限量批次原酒 ，The Lake Single Malt Whisky Number Two， 台湾限量1000瓶，延续首发原酒的大受好评。胡须蒸馏厂推出了 Number 二批次原酒，原酒方式装瓶，不加水稀释，不染色，酒精浓度 60.9%。酒体原汁原味的饱满呈现，使用来自西班牙顶级 PX 雪莉桶、法国红酒桶、美国波本桶调制，酒体80%到90%雪莉桶陈年，酒精浓度60.9%，颜色是明亮黄金色泽，香气是带有饱满复杂的香气，混含葡萄干、蜜糖、无花果干与温和新香料气息，入喉后温暖的新香料木质气息围绕，酒体浑厚，带有香草、水果干香气，回韵是长而温暖的余韵。满口奶油香气，胡须珍藏系列已到期，您解锁哪几支了呢？2024年下半年胡须珍藏系列特别版银河冶金发表，期待味觉国际引进后再次轰动市场。